灵啊，那天我看见了，我去了，我还没上厕所，我没尿。早知道我不包尿布，看起来屁股多大。我还听见后排的人说了，我灵唱得真好。嗓子又好，办法也好，就唱太少。有肥肉，吃肥肉好，对身体好。啊，学习苦呀，你得照顾身体。老不怨你妈，不怨。我听我灵唱的多好，不怨。我灵就该唱戏。啊。这段是什么？先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好不好？这个练习其实是，哇，这样可能会讲很久。就是阿北那个时候做一个情绪记忆的训练，是李国修老师，对，他就设计了一个场景，就是现在这个空间，正中间摆的是你最重要，或是你认为最重要的那个亲人，是或朋友，什么都可以，不用告诉我。然后你设定他这个是个灵堂，请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哀悼他，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唱了刚刚的那个小曲，我设定的那个人是我的姥姥，然后因为我的姥姥，就是我听我妈妈说，我进剧校之后，我姥姥有两年不跟她讲话，可是后来是姥姥心疼你去这么辛苦，我想是因为心疼，但是我也。觉得间接的对我妈妈可能造成了一些就是压力，因为她无法去解释太多，或者是其实都是爱，对，但方式不一样。是，然后，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在她的就是日记里面看到我剧校毕业的时候公演的简报。我就觉得其实他好好珍惜的收着，但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然后所以刚的那个训练其实是第二层，第一层是你进去之后，你对你重要的人做一个哀悼，我就唱了这个小曲给他听，因为其实在那之前呢，我姥姥住院了，然后他已经就是就是老人痴呆了，他也不认得我，那时候刚好在排这个戏，我就在他耳边轻轻唱给他听，然后他就会感觉到他的眼神会有会呼回，对，他会突然有一种眼神，好像一种光亮，然后听着听着，然后我都会在耳边跟他说，然后小林唱的好不好听啊什么，但对我来讲还是个遗憾，因为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我的姥姥跟我爷爷可以去剧场看我的一场演出，然后是不是就可以对我妈妈的那个误解变得更淡，然后也希望当时的某一个小小努力堆叠出来的成就可以让他们觉得这是值得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是来不及。然后刚刚的那一段其实第二层的训练是阿北就说，好，现在你是你姥姥，你对小林讲一些你要告诉他的话。老师好残忍，这个训练其实还蛮需要演员，需要你把整个心房打开，对，你去拥抱那个情绪，然后真诚的面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对，所以很有趣的是哦，那个当下其实很痛苦，所以阿北在做第二层的设定口令的时候，我就一直跺脚，就是那个状态应该是心里是抗拒的，是可是。你知道你要去执行，那当天在排练场所有的朋友其实后来都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 maybe 在你的耳边说一些想要对你说的话，然后这件事情就是
它其实不是我痛苦的事情，但是确实是有一些遗憾。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作为一个京剧演员，其实也许不用接受这样子的练习。那一个京剧演员，不然就是生旦净末丑，你选一个类型去演，不需要像舞台剧的演员这样子的掏心掏肺，这样子的训练。他多半在京剧在扮演上会有一点疏离，他比较需要执行跟顾到的。譬如说，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唱《断桥》，就是《白蛇传》里面的断桥，他已经水漫金山寺了，但是因为他要分娩了，走到断桥之后看到，当初就是在西湖的这个地方跟许仙碰到，所以很奇怪，那边唱的时候小时候就哭了，然后跟那许仙的男演员两个在台上互擦眼泪，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触动到一些什么，就可是下来就是有被老师责怪说你干嘛哭啊，不能哭，你哭影响到声音怎么办。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像意识到一些什么，然后后来在大学学了什么表演理论啊这些的，然后才知道由内而外跟由外而内的差别。所以京剧多半都是老师口传心授，所以其实是比较是由外而内慢慢的一个渐进式，它是经由这些给你一些感受。那碰到国学老师之后，就他都会告诉我，就是我都会问他我这边需不需要做什么，他说为什么要做什么，就像你现在讲话你手这样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不需要要这样才能讲话吧。对，然后我说对，他说所以你里面有了外面就会是对的，由内而外。可是京剧演员会怕错，因为我们在台上演出都是一次 OK， 是，所以我在演京戏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最痛苦的部分就是我不知道我怕错我以为我撒开了，我放松了， 是，结果那天在排练室崩溃也是，就是我有一段独白，那段独白其实是我暗恋剧中的李修国，然后我们全家要移民了，然后我想告诉他就是我喜欢你，其实就是一个小女生要表白爱上导演这样，然后那段我就一直只有台词，然后阿北就让我三遍四遍，其实第三遍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有错嘛，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哪里错，然后那时候觉得很痛苦，因为一直再来它都是一个紧接连贯的，就是讲完了好来再来，然后好来再来，然后那个堆叠两次之后你就知道不对劲，因为对我们来讲重来呢，对，然后我又不敢讲，然后所有人都坐在前面排练，因为它是一个独白，我一个人在上在那个排练场上，我就觉得这么多人在看，那你就告诉我错在哪里，然后我就修正了。所以他给你答案是什么呢？没有，后来他我后来觉得我准备好，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很想哭，我就觉得很不妙，不对，好不容易准备好，一转过来阿北说哭吧，啊，我就崩溃了。然后我还记得我那个当下一直在哭的时候，我就。因为情绪憋了很久，哭的时候是整个就抽搐绝体这样，对，然后他的排练桌旁边有个垃圾桶，我是直接头低的对着那个垃圾桶，然后哒哒哒哒一直哭，然后再抽搐，然后他就一边说好你现在听我讲啊，你的台词修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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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想这样做，你知不知道我要，这就是你的心情，我就突然有一种很震撼的教育，是，然后突然觉得所以我想的太多了，我想的那些东西都是虚的，然后那个当下才是确实的，所以从那天之后好像就有了一些心灵上的变化跟想法上的修正。他会给我一个功课啊，他说你不想结束的那个心情就好像我们今天排练完之后晚上10点半，然后你骑车回家，然后你骑车回到家，我们隔天要排练的时间是中午12点，中午12点就会死亡。这段时间，你明天再来告诉我你怎么过的。那你第二天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你的心情是什么？我就说老师，我其实10点半骑车回家，我还没有骑车，我就在我摩托车上哭了一顿。我哭了一顿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又不能啊，重点前提这个游戏前提是不可以跟任何人讲，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妈说
啊，这么晚还不回来，然后就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奇妙，你都觉得这些东西是甜美的，是。然后打电话给我的同学，然后有同学还说，哎，我等一下打给你，我现在忙，就觉得啊，算了。然后我骑车回家的时候，好像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红绿灯停下，我就把机车停在旁边，然后又继续哭。在整个京剧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要承袭传统，开始做新编的尝试，那他在表演上跟唱腔上面，其实对传统京剧人来讲，都会有一些些的冲击。我可能还会去看舞剧，因为舞剧会有舞剧的情感，现代舞或者是芭蕾。那我可能还需要去看舞台剧，